下面我们来学习葡萄球菌肺炎。葡萄球菌肺炎首先就是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。那么葡萄球菌病原体有什么特性？葡萄球菌是由革兰氏阳性球菌，那么它主要分为两大类。那么它的致病力的强弱就根据它的凝固酶是否阳性来决定。凝固酶阳性的葡萄球菌，那么典型代表就是金葡菌，它的致病力比较强。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，那么典型代表是表皮葡萄球菌和俯身葡萄球菌，那么它是一种肌肺致病菌，那么它的致病菌很弱，致病性很弱。致病物质主要是葡萄球菌分泌的毒素和各种各样的酶，你比如说溶血毒素、沙白细胞素、肠毒素。那么这些毒素和酶具有溶血、坏死沙白细胞、血管痉挛作用。所以葡萄球菌肺炎由于有这么多毒素，有这么多酶，所以它的什么致病力很弱，很强，致病力很强，所以它的中毒症状很重。因此你看得出的这种题目都是高热大汗，那么中毒症状很重很重的这种，那么马上就要想到这个是不是葡萄球菌肺炎。它的致病率主要是根据血浆凝固酶来衡量的，那么凝固酶阳性的致病力很强，你比如金葡菌为代表，是化脓性感染。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，你比如表皮葡萄球菌，它是一种肌肺性感染，所以它的致病力很弱，这就是它的发病机制和病因特点啊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它的临床表现症状，一般起病比较急，有寒战、高热、有胸痛，它的中度症状非常重。那么这种病人有咳嗽、咳脓性痰，因为进化的葡萄球菌致病力很强，常常导致化脓性感染，所以它有脓性痰。病人脓性痰的量很多，呈脓血性，抖血症明显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症状非常明显。体征，早期没有什么体征，那么可以有中度症状、呼吸道症状不平行的这些症状，这些体征，也就是说你看看抖血中毒症状非常明显，但是体征重不重？不重，所以它不平行，这是它的特点。所以大家这个看到了啊，这个病人起病很急，寒战、高热、体温39度以上，咳嗽、咳脓性痰，但是它的这体征很轻，这是它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啊。这种独特的特点，那么可以帮助大家解题。好了，体征有些病人假如在中晚期可以出现鸟喙的失落音，因为是他肺炎嘛，鸟喙失落音。好了，这种病人葡萄球菌肺炎容易发生什么？液气囊腔，囊腔合并增大的时候，那么融合的时候可以有这种实变的体征。胸片帮助大家怎么去解题有作用的，胸片可以形成空洞，还可以形成液气囊腔。那么 X 线具有一变性，也是它的一个特点。什么一变性？表现为这一处的炎性病变，等于你上午拍这个地方是炎性浸润病变。等到下午去拍了，另外一处去了，这个地方又没有了，所以它有异变性。尤其是这个液气囊腔啊，这是它的对诊断和做题最有意义的，就是液气囊腔这个特点。它们怎么记呢？精华的葡萄球菌，你记成葡萄吗？葡萄是不是一颗颗的？一颗颗的，一颗像一个空洞，它融合起来了，就像液气囊腔。所以气体是肺里面的气体，液体是它的脓液，所以这就液气囊腔。好了，像葡萄一样的，那么你就知道了多个液气囊腔，知道独特的特点，这种特点往往对你解题有关系。所以看到啊 X 片上面具有这种多个液气囊腔的，那闭着眼睛给它诊断出来像葡萄一样的，进化的葡萄球菌肺炎。所以这就是对你解题最有作用的，那么这是胸片的特性，可以用来解题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诊断。诊断第一个，那么就是全身中毒症状，但是体征不很明显。这种病人有寒战、高热、体温和39度以上，有咳嗽、咳脓性痰，有白细胞激素增高，尤其是 X 片对你解题有作用，就多个液气囊腔，基本上就可初步做出诊断了。假设你要确诊它，那么必须进行病原学的诊断，取痰、胸水、血、回传之物做培养。假如培养出来的这种精华的葡萄球菌有利于诊断，有利于确诊，所以这就是它的诊断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零一年这个试题，大家看，某糖尿病的患者，男性，68岁，头上寒颤、高热、胸痛、卡血，为脓性血性痰。这一看，这就是个肺炎，并且这个肺炎中度症状很重，
究竟什么类型的肺炎，大家看看胸片表现，其中有多个液气囊腔，一看到这个多个液气囊腔，马上就想到像葡萄一样，那么是进化的葡萄球菌肺炎，所以正确答案就出来了，答案为 D， 葡萄球菌肺炎。所以这个题对大家最诊断最有意义的，那么就是多个液气囊腔，就是根据这个胸片的特征性表现来进行解题。所以这种特征性的表现啊，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，对你解题有很好的作用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治疗。治疗对于激化的葡萄球菌肺炎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由于过去用的青霉素比较多，所以说现在青霉素耐药率比较高，耐药到什么程度？耐药到什么90%以上？就是很多医院啊，进步菌对青霉素耐药率达到90%以上，所以还能不能选这个青霉素？不能选了。那么要选青霉素一类的药物，因为它是革兰氏阳性球菌，所以要对选革兰氏阳性球菌有用的，但是。又不是这种青霉素，那就是选什么耐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，或者直接选头孢都可以。耐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，那么主要用于那些对青霉素不敏感的耐药菌株。直接选头孢，哎，你比如说头孢唑啉、绿唑西林、头孢复星，这些都可以有用。所以这些首选药物，首选药物啊，这原来考过，所以大家什么一定要不要记粉了。也可以联合氨基糖苷类抗生素，你比如阿米卡辛，也就是青蓝霉素之类的。但是，一般的情况下考试这个很少有阿米卡辛出现，为什么？阿米卡辛主要是针对跟它是阴性菌有效。次选药物大家注意了啊，这个在这一次考过很多次，你们还没考的万国霉素。万国霉素主要用于什么？耐甲氧系列的进步菌 MRSA， 希望大家给这个什么阳文基础。它有这个就高跟 MRSA 所致的肺炎，那么首先的治疗药物是哪个？万国霉素。替考当年总都没考到过啊，每次答一下就是万国霉素，所以我给它用黄颜色字迹表示出来。这个这一次考的比较多，你们系综合还没考到，再加上今年来考你的吧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，哎，不要搞混淆了啊。